谢谢。舒服一首歌啊，适合吃饭用餐的时候。没有说雷点加在一起就是轻松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轻松过后呢，是轻松过后呢，那我们来放松一下，轻松还要放松，来抒情一个歌曲的一个首好了哈。哎，什么歌呢？这首歌叫做，应该说是去年的一直被传唱，而且今年光年之外，我们希望我们这两家公司啊，这个从今天这个春酒晚宴开始，光速的速度，光赚钱前进，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其他的同业都被甩在光年之外。哎呀，太厉害！好，感觉有这样的法力嘛，哈。没错，法力啊，加持一下，加持一下哈。好，那我来介绍这首歌送给大家，《光年之外》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可以的，阿莲姐。